哎，何宇，何宇，那边怎么有猪入口？何宇，何宇。请问你对何宇昂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很高，很酷，长超高，跳超高，超级强的。黑高人，英文不好。美国尼哥，很会吃。吸气的时候可以清楚的数出每一根肋骨，没事在那边抓狂。投篮超不准。高中的时候有够屁孩，超级屁孩，他就炫耀自己有美国国籍。那请问你现在对他的想法是什么？人很好，然后爱搞笑 ，A B C， 然后很好笑，英文很屌，美国屁孩，篮球很强，很差，投篮超不准，正负非人。哎，游戏达人，游戏王，超宅，宅到爆，路上都在玩炉石，拿一直输。电玩宅很适合跟猫宅当。最讨厌他什么？讨厌一样睡觉挡到我走路。国中的时候明明比我矮，然后现在长到180。突然暴气，太长了。不要，我打电动。太宅，太废。肚子。哎，这是我的啊！我的，这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是我的啊！我的，骗你啊，没那我的，不要打我，都不要玩，都不要玩。请问你对高雄的第一印象？闷骚，很沉默，比较安静。很腼腆，国小小胖子，感觉有点难亲近。知道你很臭，哎，超臭，大便脸，腮饼，长相很特别。请问你们现在对高雄的印象是什么？大好人，很闷骚，很闷骚，很搞笑，人很好，然后会一直偷笑。比较干话，但是每句都很干，很色，超屁，超色，色到爆，色。而且说莫名其妙就蹦出一句话，就很好笑。请问你最讨厌高同什么？干话干到我以为是真的，嘴炮，太屁，然后口爱虎桥，搞事，一直偷笑，好色。一直跟我分享韩国的 A 片，都不跟我分享韩国的 A 片。前那一跟我撸他们，一直偷剪价。有一次他吃我便当，然后呢，我跟他讲不要把卤蛋吃掉，然后就把它吃下去，吃掉他就这样。练招不喜欢离开地球表面，但是又很想要练东西。躺背 freeze， 躺背 freeze 是他最拿。示范，示范，示范。哎、欸，好了，我们来跳舞了，快来不及了，跳舞，跳舞，跳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、欸，啊，谢晨嘞？谢晨，谢晨去哪了？谢晨，谢晨。
警察，你在干嘛？干嘛？我要大便啦！请问你对谢承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蓝衬衫配白T。哦，那笑声好笑。我那时候觉得你是班上最帅。第一印象在小学的时候，超爱哭，臭妈宝。很憨，很 gay。你真的很 gay。屁孩。臭 gay， 屁孩。哦、你有录音？自以为自己很潮，其实还蛮潮的。现在对谢承的想法是什么？摇滚不很好看，嗨咖，很吵，笑声很 gay， 超 gay， 笑点跟我很像，不是看起来 gay， 是真的很 gay， 妈脸是六角形，多边形，这个那个那个这样，六角形，一哎一二二四六，一天八堂课，他可以去拉六四十，他可以去拉六四十。欸、他地头已经变七角。请问你们最讨厌谢承什么？乱 CP。你们喜欢咬他。他都一直偷吃我的东西，一直叫我肾结石，然后一直嘴炮我，然后每次就在那边一直呛，一直借东西，然后不还，欠钱不还，然后到处一直借。很爱欠钱，然后欠了又借。我的物种不还，借的钱也不还，那、啊、你什么时候还？那、啊、你什么时候还？好多催我屁！哈哈哈！我还有用早点出去，对啊，贴的牌，那怎么碰一下就那么敏感？超！你跟瑶瑶幸福，有你在就不幸福，有你在就不幸福。Thank you.
Thank you.